那些青菜都有了吧？青菜都洗过了吧？这几天啊，不，你吃了没有？吃过了。还吃不？吃了。吃了哦，那就对。我跟你说，你吃过你不吃，那不得了不？请问你们养的没有？啊？你们养的没有？啊，还没有，我刚刚把它关起来了，关起来然后就搞这个，等一下我。还用喂什么？等一下就杀了。那我再喂一下。那你刚好那里有那个，就等吃饭了不？等一下不？喂一下我就回来。你关到哪了？关了，关了。关我就喂一下。你喂不回来。哟，我要跟大家说元宵节快乐的话，可能这个视频要等到十七。就是叫农历的十七十八才出来，这样好像不行哦。不尊公都习惯了啦。啊，大哥13的生日，今天元宵才发出来了。没有办法啊，现在制作人手不够啊，当天出炉的，好难的。今天搞点简单的小菜就可以了，搞点小火锅吃。今天终于见到小贩下厨了。我是帮汪哥打下手的，只收的好像你们分支一样。你现在拗不过他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不能和他争论。不要加肉哦。加肉？没事，加肉也不怕。这个肉很贵的吧？不能给你加了吧？怎么了？今天要长胖几斤了，跟你说。扣肉，你今天最少吃两三块。我的天哪，你自己跑来这里拿肉吃啊？要打哦，妈妈，我们都不在。哎呦，不要点我，不要点我，哎呦，我想拿手来抓一个这么大的，又来人。啊，这个要给宝妈吃。你把他剪碎可以吃的，他都拿手抓过了。那要摘的。等一下，他吃不下，他就会吐出来。看见没有，我掰了，他就害羞了。好吃吗？你小兔崽子，你在搞东西吃？你小兔崽子，小兔崽子，叫妈妈给，快点，饿了，妈妈给，妈妈给，快点，我们都看了半天了，诺诺，教练，好嫩的。好嫩的，你看男女搭配工作不累，那肯定必须的，俗话说得好。哇，这又有两个鸡腿，那里又刚吃完两个鸡腿，两个鹅腿，鹅腿就干完了，早就吃完了，还等你啊？看的时候就已经吃了，你没发现？你以为还想留给你啊？我是担心没留给阿荣，不是，全是没有汤，全是这个肉，本来想放一半的。怎么样哭？我们两个先打一份先吧。不要哭啊，好假呀！你们慢慢吃来，我饱了。啊，我来呀！烧红，我饱了，你们慢慢吃。吃个羊肉，等。你是装哭啊？咋会装哭呢？我也要小蛋轮，别老是想着不吃肉，我告诉你。哇塞！来，你们，还可以把那个搬掉来丢掉。你看，你看，又来了。里面没味道。嗯。脏脏。你不光化妆，你跟我做干嘛？这个差不多一斤，我吃完它就饱了。那爸爸都有鱼味。那要不要打开这个？不然。你看爸爸都有鱼。打开这个。哎呀。来。嘿嘿。来，我抱来，抱。来，抱来。
阿芬哥，吃饱没有？饱了。他不舍得吃那个鹅腿。哎，这么大个吃不下呢。嗯。别着急。别着急哦，来看烟花。好。我操！你看弟弟都不怕，来你过去看一下，走过去看一下，不怕的，胆子大一点，去跟弟弟玩，弟弟也在那里玩，你看，你看弟弟都拿着。妈妈别玩，别玩！哇！灰灰，哎呦，他都不理我了，他看这个的。哎，你不要扔掉啊！这是小孩子的。再不放的话，就等到明年了。等到今年大年三十了。哇！不怕的啊、哦！你看，降落伞，会飞嘞！降落伞，来去请降落伞。你这么胆小怎么行？他们两个放降落伞吧。哇，那里又放好漂亮啊！你看灰灰，哦，灰灰连自己弹起来连自己都烧啊！我控制不住他。哇！降落伞掉了！来，灰灰要不要降落伞？哦，哥哥给降落伞。扔到天空才会降落下来的。哎，都去放烟花去了。今天十五，马上就过完春节了，把这些剩下的小烟花。哪里掉了？哇、哦，给它放完。好嘞，我们。去玩一下去了，啊，哦，等下哥哥跟你哈、哦，啊，祝大家呢，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一切都顺顺利利的，啊，元宵快乐！喜欢我们的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